全世界都普遍面临化学合成洗剂污染河川，危害人体的问题。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调查统计，日本每年有47万人因为不良的家庭用品影响健康，比率最高的就是化学性的合成洗剂。这些合成洗剂最直接的伤害就是皮肤。合成洗剂里面所含的荧光剂很容易粘附在人体上，进而对人体造成伤害。锅蒸熟的包子，利用紫外线监视器一照，盖包子的白布和包子都有很强的荧光反应。吃包子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有害的荧光剂全部吃进去。合成洗剂里面所含的这些化合物将会对人体产生严重的伤害。所以这边是500cc 的水加2汤匙的淘金量，我马上就成为一个淘金。清洗蔬菜先浸泡1分钟，洗完以后再做处理。加热水分解率高达6倍。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